救命哦！好吧，这是一般鹅卵石。不知道。有吗？脚底有没有我的尸体啊？有，很多头，很多头。啊，那个不会消失，应该还好。哦，哇，感谢牛排，哇，牛排鱼，感谢福袋。哎，他有点卡哎，快死了，他快死了。好了，他死了，可以来了。好，你脚下来右转有一只苦力怕，你等我一下。数量不够，我要做一把剑，给我一把剑。这是不是很卡？我没有，刚刚在跑图。你跑什么图啦？很危险的、欸，人命关天啊。不是，是就是啊、哦，我错。所以你怎么会突然在跑图啊？他在找陨石。找陨石啊！哦，了解。好了，他继续。嗯，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帮你。感谢礼物。哦，这里，这个头是。哦、感谢偷渡。有了，装备回来了哦。那、啊、怎么有个在空中飘啊？这个啊，拿回来了。好了哈，我走了。嗯，感谢，好不、哦？感谢你。哇，突然不缺大理石了，真棒。感谢猫卡，感谢很多的福袋。哦，我的营养值全部又掉回来了哦。哦，因为死掉了。快死了、哦！死掉就会掉，要分哦。我吃超满的啊啊啊！屁！好了，回去人体炼成。哎、欸，你们是说把鹅卵石丢到熔炉里烧之后，就会变成焦黑石哦？没错，只要是石头都可以。好的，感谢。碳需要吗？见水月的很多的福袋。对啊，感谢大家福袋，那是福袋，我也是金钱袋之类的。也算是啦。也只分解。娘们。啊，对啊，我要看一下他是怎么做。有夜市大家都不差我吧？不是，他们那边就是故意用神怪钻的。对，那是故意神怪钻的，只是那时候只是断线前不知道谁在跑图吧，我就断线了，然后就死在那了。好了，嗯，找一颗。感谢蓝瓶的福袋99个。哇，蓝瓶！哇，我有1000多个大理石了，真棒，应该不缺了。真棒！夫，走，这个世界渔夫一个就够了。是我，这么快啊！这个东西这么快啊！很贵吗？为什么大家都只需要4个就可以合成定上去？最高级的要8个才能合成定上去，合理啊！不合群，他不合群啊！谁不合群？那个我看他叫什么？终极精华，他不合群。哪个中？中间的中还是最高级的中？最高的，最终，终结的终，那合理啊，它是最终的呢，还有更终的吗？好像没有了，就原谅它吧，电工没有用吧？有人要电工吗？看他卖什么吧，工程师，觉得可以搬去他几家了，对啊，你要吗？感觉是你的东西耶，工程师什么？我带过去给你看。好吧，来，黄金套组可以套东西哦。嗯，反正没有要人体，不是人体啊。哦，福利贩卖有在哪里？在你旁边、啊。那个，哎呦，哦，我就把它带回来了。感谢小新的恭喜发财，哎、啊，恭喜发财，还好哎，还好。对啊，哇，你的楼下是怎样？哦，我扩增，好想破坏它、哦。No， 好想破坏它。所以你不需要它了。哎、欸，不需要。
这样很棒啊！要烧的物品、完成品、要分级的东西。说盖家，我也想盖啊！等一下盖啦。哦。我以为你是说你要在山洞里。我后来是想想，嗯，盖一下好了，就偶尔直播盖个家。嗯。哦，这个。那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要地狱之心，我需要地狱之心。要吗？我来打。凋零哦。要吗？我有两组头。要不要来打？我两组哦。对啊。是我就我要用装哎、欸。我也要一个，我想要把我家弄个跑步比较快那个。好啊。等我一下哦。我是一个最强的铁匠。超强的铁匠。嗜血铁匠。啊，那没用了，去死吧。装备。要装备有另一本书吗？有灰色的，嗯，灰色用泥土做出来吗？先做出来，然后右上有个一本灰色的，水加金锭，嗯，一本灰色的哦，盔甲锻造，你不能给你、嗯、全英文六水石，对吧、啊？那个就没有翻译到了，感谢小新的恭喜发财，发财，恭喜发财。红包拿来，红包拿来，通通拿来。碎石一二三。傲慢，以耐久为代价，受伤后更加坚硬。坚硬，坚硬，坚硬如山。哦，坚韧。啊，随便啊都可以啊。更加坚硬，硬爆。一阶。然后二阶的话需要青金石金砖，好，明确放合成材，我的铁在哪里？这放哪里？金啊，放这里啊、哦。哦，好。哦，铁精华就是哦、嗯、哦哦，只有在跑图走，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在家里，不是我，我在家里，他在家里盖房啊，没有啊，我在家里盖房子啊，我在家盖房子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再拿打重生连打，可反正可以防爆嘛，随便打。该死的防爆，还有不能养村。不防爆的话很惨哦、啊。哦，你家可能就真的是飞来飞去，不准外人进来喽，禁止进入喽。所以观众还没回答我啊，还是我漏掉了？要怎么样才能和绿宝石？真的微卡，呵呵对啊，嗯，不然微卡了起来，是不是五个人就是到上限了、啊，极限了吗？可是之前五个人就会这样了吗？之前还好，之前没有你是小雨在的话，也好像差不多也会这样，是不是？嗯，觉得一点点不会到很卡，还 OK 啦，来吧，我去拿头颅。等一下要灵魂杀吗？我灵魂杀，好，那你拿。钻石，看一下我们的头颅哦。钻石，两组44个。真好看，有趣哦。没关系，反物质符箓刻下去。那个超 OP 的东西，咬着打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知道切手时候有吃那个了吗？有啊，有吃啊。哦。我之后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啦。欸那现在是暂时先用切手送。我重生点会有耕地啊。哎、欸，拍谁？我去找泥鳅。找泥鳅。哦，我想說。所以他有对你大叫吗？没有。我本来想插个告示牌说抱歉，我在找泥鳅，可是插到忘记。感谢很多的福袋。我略过了，对不起。来，一般金属都要用模板，绿宝石绿宝石的模具。破砖，好。感谢，对不起，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等不到答案。这个，哦，钻石砖，好，钻石砖再加上绿宝石，钻石砖，哦，钻石，我的那个是几颗钻石到底去哪了、啊？有人知道他下落吗？记得打电话联络我。没看到哦，没有看到、哦，请拨打以上专线。我是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出去玩不知道回家、啊。好了，我来了。不见了。对啊，40几颗哎、欸，他们出去玩太久了、喔。在盖什么？
不就把封起来吗？不用封啊。嗯，好吧，想说用活塞也不用哦，来吧。你们要打了，等等。还没，你等它盖好，等它盖好。哦，好好好好。下次不可以再坏坏了。我不太大，还是要再小一点。没有，你是要我们都窝在里面扁它吗？我觉得这样子是会有人死在里面哦。不小心打到我会有人死在里面哦。这样好。感谢东风的不带。真的高了一点啊！啊，东西爆出来了，东西爆出来了，尴尬了，一下，这样子是凋零骷髅了，你看，怎么像？哦，感谢布丁的99个福袋，大家今天都送起来了哦，送起来，要过年了哎，过年喽，送起来。我打一下专线846-6136。你们在重生点吗？重生点。嗯。诶，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有个大胆的想法？什么大胆的想法？很大胆的想法。他连我自己都吓到。灵魂杀嘞、嗯。这样就好了吗？疯了。对啊，只要把它堵上去就好啦。好啊。卡着就好啦。我没有装备，我要不要过去啊？有点忘了吗？我是没装备，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过去啊。我记得它下面这边不能有东西遮着啊，不能有树叶那一些啊，啊不能草那一些啊。它的这两个角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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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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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退一下吧。他说太强大，我不能把他抓走，可恶！你想把他带走？我大胆的想法，不大胆了。哎呀！哇，怎么痛？等一下，好痛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要先吃这个肉了。哎呀，这个肉就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啊，好大声哦！你好大声哦！你好大声哦！我丢脸了，爸爸。他头会推挤哦。我打得很开心啊。我也很开心。好了，掉了。死了。你们是困住他的意思哦。被吸走了。你几颗？在我这里。为什么？拿金币的，金币拿下来呀！要第二只吗？掉这么久啊！你们有需要吗？因为我只需要一颗。我要一颗，没关系啊。我要一颗，就多打一点啊。啊，反正繁星那边可以量产。对啊。痛，小。不要太好大声哦，再把它爆炸会很痛啊！我要站远一点。我刚刚就退很远啦、啊，我就等他炸完之后再过去。刚想抓他嘛，哎呦，点他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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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哎、欸，他其实凋零我更好哎、欸，他更痛哎、欸，他直接反杀回去吗？对啊，我这里一颗了，我这里一颗了，好，再来。繁星，我需要三颗凋零骷髅头，拿掉啦！拿掉金币啦！我已经拿掉了，在身上也有效果。要关掉啊！关了，在他身上，等一下，有，这里有四颗，再来啊！我不知道拿下来在身上也会有效果、啊。对啊，只要你只要是启动状态都会有。哦，还有什么凋零灵魂碎片这种东西？哦，那个是给影月的。我到，那是影月的东西。哎、哦欸，靠！凋零灰、凋零碎片。哇，35%几率哦！啊，哎呦，这么远都会搭到。掉！哎，掉我！哎呦，哎呀，是不是看到我了？哎呦，死了！他能干嘛？带！凋零骷髅头。我的帽子要爆了。再拿一次头吗？没有吧。在谁那？我要一颗。我没有哦。在我这。哦，我这里一颗。带一颗吧。
哎、欸，再帮团团打一个吧。要打什么东西啊？凋零啊！凋零，那个地狱之心啊！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哦！你说可以做那个烽火台啊、哦？对吧、啊？要不要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来玩啊！好，可是我现在去应该是直接死哎、欸，不会死啦、啊！他们把他关住了，他们把他关住了，啊、真的吗？哎、欸，旁边僵尸，哪里？哪里？你有没有反物质腐肉啊？有反物质腐肉，我有，我有，吃了再过来啊！有，吃了再上。来跟 Sneaker